大家好，我是鲍军，今天来说一说精神病人果然是很会幻想的影片误闯疯人院。下面是一个刚毕业出来工作的医生，第一天下班就被领导叫去值班巡逻。领导见他是新人，可能不熟悉这里的情况，就有点温馨的提醒他尽量不要去食堂的地方。至于为什么不能去，清洁阿姨说是因为那里不干净，估计是他还没打扫干净吧。刚好这时是宵夜的黄金时间，小敏强忍着肠胃饥饿状态的痛苦，一个人四处瞎溜达。都说我医院是阴气很重的地方，小敏果然看到一个死鬼的影子，吓得一路跑到食堂的时候，又看到了一个貌似正在吃人的妹子。泌尿系统刚要失去控制的时候，恐怖气氛突然停止。原来这三个家伙是这里的精神病人，其中一个家伙全呆，以前是一个水管工，一次来到李老板家里修水管的时候，意外发现茅厕里面有个地下室，下面竟然囚禁着好几个年轻妹子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李老板就袭击了他，两人肉搏到一处墙角的地方，不小心碰到露出了电线，店长那是当场骚动又窒息，晕了过去。等到醒来的时候，全呆发现自己和李老板互换了身体，而李老板也诬陷全呆是他绑架了那些妹子，接着搞晕全呆，带着妹子离开了这里。只是妹子们不知道，眼前的人并不是水管工，而是李老板。正打算溜着的时候，全呆又杀了出来，刚好被警察逮个正着。这样一来，李老板所犯的所有罪都转到了全呆身上，最后全呆亲手杀死了李老板，被判进了这家精神病院进行治疗。另外一个家伙铁柱也说起了自己的故事。铁柱的儿子因为打架斗殴要赔付医药费，生活本来就不好过的他，修车不又被个妹子撞坏，铁柱一口价向妹子索赔10000块钱，而妹子也不是好惹的主，直接叫来男票将铁柱胖揍了一顿。男票看到妹子凶险的手艺，以为是铁柱故意占便宜弄的，反倒向他索赔20000块钱。铁柱年老体衰的搞不过年轻人，之后假装回屋拿钱，用一把水果刀五位男票捅伤人，最后男票被抓，铁柱也拿到了赔偿款，被当成精神病人送到了这里。正当最后一个妹子小花也想讲故事的时候，医生溜进来拉走了全蛋和铁柱，小明和小花则躲在角落没有被发现。此时的小明不想再提什么故事，认为他们全都是有精神病的神经病。小花也毫不客气，当场问候小明的一家老小。这一句清新脱俗的问候使小明想起了已经去世的老妹小丸子。小丸子之前也是一个精神病人，经常会来天台看着天空，说看到了很多的经典，后来不知道怎么地就从天台跳楼下去。这个悲痛的经历也不能激励着小明成为一名医生，帮助治好更多的精神病患者。最后小花也说起了自己的故事，看起来还不错的他曾是一个网络主播，就是那种唱跳为主的才艺型主播，一次因为不小心从楼梯摔下成了一个植物人，但精神意识却一直活在家里，注射到身体里面的药物会变成身体的马面人，马面人通过不断敲打的方式刺激着他的大脑和求生本能。更加神奇的是，现实和意识里的他竟然建立起了联系，这简直就是医学界的伟大奇迹。小花也因此被媒体轮番报道成了一个名人，一向坚持科学的小明根本就不相信这些东西。话都还没说完，马面人就闪现在他面前，一棍子敲了下去，醒来发现是领导敲醒了他，还在食堂睡到了天亮。而那三个病人也确实是医院里的，只是他们各自所的经历也只是幻想而已。全蛋确实是一名水管工，只是因为女票跟有钱人跑了深受打击而精神失常，而铁柱则被撞成了那个人打伤，连救儿子的钱也被人讹走，郁郁不振之下就脑子不正常了。最后的小花则是因为抑郁症一年都没有说过话，她活在了自己的精神世界里，那里有她想要的最美好的东西。三个人的内心世界是真实的，因为那里有他们想要的快乐。看完后我只想说，影片通过三个故事的叙述表现出三个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，这个内心世界是虚幻的，但对他们却是真实的。也许精神病患并没有这么可怕，他们只不过是拥有自己另一片的小天空，那里只有快乐，只有美好的一切。